位置咧喺观塘区嘅四顺啊，前面咧系顺天村。另外三顺咧，刚才已经行咗啦。咁四顺位置咧，就大约系喺彩云同埋秀茂坪中间度啦。详细嘅之前几条片都讲过啦，今条片唔再讲啦。同一个 gag 都搞咗 N 次啦，再讲就真系系啦。呢度摸摸牌先，顺天村。顺天商场有商场嘅咩？好啦，唔理啦，照行啦。天瑶楼、天机楼，唔可以泄露天机啊！下低有冬菇亭嘅食肆嚟嘅，侧边有啲商店，望望顺天。咁嘅样嘅。后面咁呢个咧 ，sort of 一个平台位置啦，咁有啲休憩嘅地方啦，侧边咧有少少叫做铺头啦，呢度已经叫做平台商场喎。咁我或者咁讲啦，其实佢嘅商场部分咧，同埋佢个屋苑部分咧，系完全结合嘅。呢个是天权楼啊！啲用词真系几特别啊！呢度有再上嘅喎，咩嚟嘅咧？晾衫嘅。
下低有啲鋪頭嘅。好啦，咁呢，落去啦。鮮味市場，啊！啲雀仔咧喺度食佢啲豬肉啊！望一望先，呢度系咪都系顺天一部分呢？照计就系啦，天机楼唔可以泄露嘅，有间五金铺。天行樓，暫時咧未揾到任何嘅羽毛球場、籃球場同埋乒乓台啊！呢边咧有啲健身设施，健身设施，我咧需要饮水啊，发音咧好有问题啊。拍完呢条片之后咧，要去搵水饮先掂啊，买支水咁样啦，睇下有冇啡粉。樓後面冇乜嘢嘅，不過咧呢度有個咁樣嘅去水位喎。好啦，快啲走啦，應該污水嚟嘅。嗰邊係順利唔通？似係啦。
有啲康乐设施，捉象棋嘅台啊，儿童游玩嘅地方啊，等等啦。上面条桥咧，我刚才应该试用过嘅，我由利唔系利安啊，讲错咗啊，由顺安行过嚟嘅时候路过过嘅。兜咗圈嚟咗呢度，爱心快餐店。旁边是天瑶楼啊，哎呀好口渴啊，对面顺安丹展、中医、教育中心、有些粉啊，好需要去买嘢饮啊！不过咧，我要拍埋片先啊！快餐店、补习社，哇！依间几靓喎！些粉、士多。哦，报社嚟嘅，龟苓膏，爱心快餐店，哦，感觉好旧式啊！哦，呢边就是商场位置嚟嘅。咁啊，唔影住啦。咁下條片先影商場啦。天榮樓，天權樓，呢度咧好多康樂設施喎，有兒童嘅，有象棋位置，又係兒童遊玩設施。呢边都仲有啊！
回頭望多眼先。呢度咧唔同色嘅，但应该都系顺天一部分。我估可能咧系唔同奇数啩。吓，点读噶？哦，天池楼啊 ，CHI 啊，我以为系 GHI 喎。入唔入到去嘅呢？是不得的，天柱楼。天琴楼，感觉上咧似系个停车场上盖咧有个休憩处嘅。有條通道嘅，寧波第二中學，波中，唔知有冇得直升呢個寧波大學嘅呢？波大。垃圾站嚟嘅，呢度穿唔穿到过去嘅呢？似系得嘅。好有 feel 啊！
好啦，繼續行啦。呢一個咧係冇路嘅，好啦，繼續行啦。家庭服務中心嚟喎。天樂樓，未睇到天咩樓呢？原來是不識讀的。天韻樓啊，這個天韻樓，都是入到去天井位置的。終於咧揾到個籃球場啦，仲有個羽毛球場添，110，未揾到乒乓台啊！
上面安泰行唔到啦，攰啦今日。有冇路落翻去嘅咧？看来咧差唔多影晒啦，翻去商场位置，咁就完啦。下条片咧影埋商场。通常呢啲位咧都有机会会揾到乒乓台噶嘛，呢度冇啊。应该咧系仲有一栋啦，天乐。有个羽毛球场，120。天乐楼。呢度咧叫做顺天广场啊，咁个广场就喺度啦，可以表演用啦。呢度咧噴水池嚟嘅，不過咧個噴水池好似乾咗塘啦。有啲休憩位置，荡千秋。
呢度咧有個閲覽室，好啦，翻到嚟呢個商場位置啦。咁我哋咧下段片再見啦。一陣間咧，我去影埋呢個商場。咁啊，看來商場咧都只係啲屋邨地鋪咁樣嘅啫。點都好啦。咁啊，佢有一個明顯嘅分界啊，所以咧我就係啦，影啦。好啦，下段片再見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